这题是问说哈，这个词典质量1公斤呐、啊，啊，角速度是6，啊，半径是0.5，它问哦，它相对 O 点的角动量多少？啊，角动量 L 呢，是等于 mR 平到欧米伽。哦，所以它把它带进去答案了，一乘以0.5的平方，欧米伽是6。那所以这是多少呢？0.25嘛，那乘以6，所以是1.5。啊，单位的话当然就是那个，单位的话当然就是公斤了啊，啊乘以那个公尺平方除以秒，哦就是。这是 RP 嘛 ，MV， 哦，它是 R 的话，这个 M 的话是公斤嘛，它是 R 是公尺，它速度是公尺，它除以米，所以单位就是公斤 ，M 平方呢除以秒的平方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